好，欢迎收看三月三十号公司暗时新闻，我是孔阿文。新闻一开始，先来看今仔日的重要消息。要将日本核灾区进口来食品，这检调单位去敲大重霸会的总公司加一部分门市，有哪带员工都当门卫。来看第三阶段旱水，因为前几天嘛落雨，即马决定要延后一礼拜实施。民众立委请票立委在北部接手市，在婚姻大义公布人表态被选。先开始来关心的，就是日本核灾区的这食品进口到台湾的事件。检方除了去请有名的这大冲百货通的仓库去查，今天有那会同台北市卫生局去敲大冲的百货公司的总公司，加南京西路门市啊，查一箱这进口的资料，加小铺倒转去，有那将三名员工带转门外。调查人员甲搜查了的进货资料，一个小铺装箱带回，并且甲一名女办事员带回进行。江波约谈日本籍的副总甲一名台湾经理。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台北市调处会同台北市卫生局搜查台湾大创百货总公司甲台北市南京西路的门市，查清楚因的进口情形。台创是日本有名的连锁商店，标榜用东京仔的介绍就能买到好商品。目前在台湾有50间以上的分店。同时，卫生局而且到台创的统整过，意外发现来自日本福社区业者自行下架，严格无通报日本食品。除了当场查封，也已请台创登记所在地台北市卫生局来处罚。基本上，他现在目前违规的市政仓库那个部分自动下架那13项产品，违规市政是明确的。但今天有新增的违规事项，今天还有15项产品产地是标示不明的。这个行为在我们厘清之后会一并裁处。究竟这款日本食品是伫咧日本的境内，或者是进口台湾了才被动下手，是检方侦办的重点。目前仍然是朝向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刑法的诈欺、伪造文书、甲商标不实等罪行来侦办。即卫生部也要求未来348个产地代码全部拢用中文来取代英文。记者综合报道。第一些事件内面，咱也要来看到这是药师的态度咯。立委劳建国今日举行记者会，表示公司药师有做你的研究员，早就伫个2月26号发现讲有对日本进口物件来台湾的贸易公司的标签有问题，要求注销这间公司的这啊进口许可。想未到讲这公文准啊，互顶头改退要过来改，是药师也搁拖到3月19号才开始全面稽查，互人质疑讲到底是伫拖拖刷刷什么代志。台湾是禁止日本核灾无关系食品进口，严格团出业者，敢那是用改标换标方式过关成功。民进党立委老建国开记者会讲，是个数字2月2日边境查验的时阵，就已经发现信都没有公司标签有问题。负责边境稽查的县管助理研究员，3月初4日就第一遍执行签核，注销信都产品数字许可，并且要求业者下架回收甲销毁。无想到讲公文所予人体验过遍，中签6遍，是个数也可拖到3月19号才开始全面稽查。同属一个单位，科信助理研究员调查发觉后，主动往上签，黄姓科长也已经签准，唯独你主任为何不觉醒？劳建国也讲，对这个签约的过程，发现信如公司自日本进口保险案件，4年来总共有11,858件，进口的品项大部拢是速食面、咖啡、饮料、调味料，一个豆油。目前一个无法度确定是不是也涉及到速食食品保险资料申报不实。因过103年11月初1日速食的豆油，甲出代志的产品是同一个制造厂，是个速食严重失职。为什么有办法退签了这么多次？3月4号当天是不知道的。那我在16号的时候，这个同仁呢，从我们基隆办事处整个调到昆阳来办事，所以我们追才知道这件事情是有关他讲的这个内容。面对质疑，食药署简单地表示讲，要登记搁再了解，也进行内部检讨。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了其他的消息，这退休的刚选择来领这劳保老年年金，那领不外久就过身去，剩的会当由伊的先生啊太太，或者是这爸母囝儿来领。啊，不过有一名这独身的退休的刚，退休三年领四十多万，人都走啊，剩七十万的差价，却因为伊无结婚，那变作是国家的。其他家属提出抗议，对此劳动部讲会来修法了。是不是担心家领劳保年金敢有关系？有一位六十八岁、四十岁担心的退休劳工，六十五岁申请退休时阵，因为惊讲老年年金若是一边领，会伤紧把钱开了，所以是改月领。无想到讲，才过三年，领了四十多万就过身。剩的七十多万差额，因为无结婚、无直系亲属，所以强讲，伊的小妹无法度领钱办手续，认为制度无合理。之前大法官会议也曾经有解释过，就是说劳保做这样子的限制是合理的，劳动部也应该来考虑说像这样子的人呢，他是不是可以发这个一定金额的丧葬津贴。劳动团体说，这种案例其实很多，尤其家里孤子加无结婚的比例越来越高，未来劳保年金被抢购现象可能会增加，建议劳动部应该拟定应应措施。按照劳保条例的规定，兄弟姐妹就要受生前受被保险人抚养的限制，劳工呢跟公教人员也是一样的，有同样的权益，所以我们正在积极的这个研议修法。另外，劳动团体也提醒，劳保年金加劳退金的处理方式无同，同款是担心无直系亲属，伫过身了，劳保年金的差额会被抢光。因过劳退金因为是由雇主每个月提拨六派的工资，是个人存款，所以当成立为缴，指定连算来清领。记者综合报道。所以这消息要先来关心的是这欠水问题。主本讲第四月初要来实施这北部地区，包括着板新、南口、甲通园这所在所启动的第三阶段的分水区供水，因为前一阵仔拢落雨，即马讲的延一礼拜，改第四月初要开来实施。啊，这公司记者是第来家要来实施限水的地区，发现讲当地五金行的水桶差不多拢互人扫没了，每一间店拢欠费哦。雨水剩的话，已经用光的话，我们再按回来，再按过来就变自来水，分开再去做这样。雨水回收跟利用为限水来避震，邦桥老李长其实早在三年前就准备好势，设两栋的大水塔，收集雨水，就算三间限水启动，日常生活无受影响，阿辉墙壁烫无问题，水钱省真多。没有省水的时候，一个月他要2000多块，现在省水下去浇花的话，回收再利用的话，我们现在一个月大概差500多块而已。有人早就做好准备，但是一般民众对新水无概念，改当先买五加仑大水桶准备储水，脚手慢的人恐惊已经买无了，因为最近限水地区水桶卖真好，乌金大卖场水桶全拢卖了了，有钱搁买无？都现在全台湾都缺，然后工厂做不出来那样子，对，然后连那个白色的那个油桶，大的油桶那个也都是调不到货的状态。原定四月一号启动限水措施，政府延一礼拜，让民众会当休喘。欠水民众就抢买水桶，暗过用水大火，亲像洗车业者，规气买一栋的大水桶，都惊受到影响。一个塔是存一间呐、啊，如果说车流量不多的话，一天应该都是没问题的。啊，两个就是大概2000。没有，没有，都还没有。为什么？啊，无是那个，啊，就是讲嘛，无水再拍算，再卖做就好啊，休困啊。无水就关掉休困，对限水措施，小食大头家看了真亏，暗个其实背后是真无奈。业者表示，因为那是启动限水，消费者都未来消费，连续限水两天，恐惊人客会失去20%以上，冲击清单。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欠水有哪影响到游泳池？讲有哪影响到即选手游泳的安全哦？这是台南市即市立游泳池的水位的宽度比普通时还阁低50公分，正拄好就伫咧即个时阵，即台南市的游泳委员会伫办青少年的游泳比赛，想袂到讲即水位伤过低，就哪造成即选手伫咧跳水的时阵来受伤。啊，即马主办单位甲游泳池两边拢伫塞责任，有哪互家长有够生气？卡车片的车厢，甲手的乌青，明显会当看到囡仔绝对想无。原本家是参加游泳比赛，却因为欠水推动的限水政策，害因来受伤。因为水位太低，游泳池的水位太低，他就下再往下跳的时候，那个背部跟手去插到那个水池底下，造成他背部受伤。
甲平常时比起来，游泳池的水位确实少五十公分，上浅到一百公分，轻松耍水阁会使。但是比赛需要跳水，都可以造成运动伤害。检录的时候，我们都会跟那些小选手，甚至大会都有宣导说不要跳水，因为水位这样子会造成选手的不安全。但是有些选手就会求好心切，那个时候工作人员没有看到，他就跳下去了，这是我们的疏失。台南市游泳委员会指控游泳池无正常供水，啊，不过游泳池业者嘛真无奈，因为因伫25号收到自来水公司公文要求，减嘛供水，再加上公路伤久出现漏水，才会造成这款的效果。不是说从他办的时候我就开始不补水，而是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响应政府要求我减压的政策去做这样子减压的措施。针对受伤学生，主办比赛台南市游泳委员会表示，愿意负责伤者医疗费用。安乐丹市长罗清德在知影受伤事件了后表示，全市各级学校游泳池应该考虑从4月1号开始暂停上课。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受到即马天气的影响，即台东过去往年拢会大出的梅仔，今年是减了60%，啊，不过即梅仔介绍顶头无起哦，所以即农民决定无要收啊，因为去年的梅仔有哪大出，剩哪白痴，还阁有80%也未卖出去。在台东县东河乡台湾油果，即3公顷大的梅仔园，青色的梅仔都伫树顶，农民已经放弃采收，等因落落来。因为政府保证收的价钱每公斤是12到15块，不过请工人采收成本都要10块，而且梅仔还有卖不出去风险，真不好。你要用手工吼，8块钱、7块钱，人家不采都要10块以上，台斤10块以上，人家啊台斤以上我们卖只有18块、20块，我们也货不来啊。东河地区农会讲，今年梅仔受到气候影响，减产60%左右，价钱应该会起。啊，毋过受到去年梅仔大出，工厂收的梅仔阁80%卖袂出去。今年若是鼓励农民采收，毋但严重滞销，阁有可能造成梅仔价钱崩起。因此鼓励放弃采收，接受政府每公顷14000块的补助。一公顷是补助14000块，其实说多不多啦，可是说补贴一下，那像他们砍草的费用啊，工钱。台东地区有1000多公顷的梅仔园，目前有1/3放弃采收。东河地区农会表示，安尼暂时会当让农民度过价钱崩盘危机。不过，台湾的梅仔逐年拢出现滞销问题，政府甲农民应该要好好思考梅仔产业未来出路。记者综合报道。无最起码，即经济部有哪有在杀使用再生水，有哪含即啊台中港的工业专区加福田水资源回收中用心甲一寡即用水大户来签讲，看是毋是要用价钱较悬的再生水，减轻大台中地区民生用水压力嘞。春雨落的雨无够多，真侪水库水位继续下降，等袂到的雨水，水要往倒位来？经济部推动使用再生水，所以甲内政部、台中港务局、台中市政府签订合作意向书，由福田水资源回收中心进行工业使用。短短的4年，我们就有2次小旱、1次大旱的缺水危机。要改变观念，什么观念呢？就是要把一滴水至少要用2次。福田水资源回收中心甲家户污水回收，逐天会当处理7万吨。目前预计先供应予台中港工业区内的厂商，包括台电、中梁、钢铁等等。不过再生水成本一度要18块，比自来水的10到12块贵5到8成，所以业者愿意配合使用，并不是因为有经济好处。就是说能够去负担的，我们愿意这个尽这个永续跟社会责任的。要让再生水变成稳定的供应来源，要开真侪钱。政府打算推动，包括台中福田在内，总共6座污水处理厂做案例，而且要投入151.6亿，让污水厂变成都市的小水库，在欠水的时阵提供可靠的供水，减轻民生用水的压力。记者林俊梅、刘汉林台北报道。今日后面消息来看，是国民党即马正在进行现任立委伫选区，敢有要继续参选的议员做调查。啊，结果伫即个林甲即嘉义地区，虽然即马拢抑够立委，按过是无人表态讲要参选哦。有那引起外界的质疑，讲啊，伊是毋是惊战的？啊，即国民党这边是来强调讲，伊卖考虑讲看是毋是会含即国民团体，或者是其他的政党合作。
国民党离高结束现任立委选区会参选议员调查，出现七位区域现任立委无交参选议员书的情形，包括谢国良、林鸿迪、蔡正元、徐志贤、甲杨应强，五人确定放弃连任。被看作困难选区的分家南选区现任立委张家俊，一个王长军，拢也未做最后决定，也引起外界质疑因是假证。因为我父亲哦，他是持反对意见的。那人家说百善孝为先哦，那我还在努力跟他沟通当中。经过这么久的时间，大概我已经有七年任的立委哈，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新的人选。南部冷，严过北部烧。南亚东来情形，伊台北市上激烈。八月三区七位现任立委，就树林八大区是丁秀中一个人表态。中山上山区的罗淑蕾将会对上前国民党营务副主席张浩强被好心张万安。那我觉得，身为一个年轻人，应该要代表一个新的力量。本来就是由竞争才会进步，然后那只要大家公平竞争，那就互相加油嘛。国民党三十中的顾贤贵评鉴会议了，决定包括丁秀忠、吴玉生、吴志雄、江惠珍、卢明仔、李庆华等十七位现任立委，直接提拨中常会提名。因为他们地方的表现以及议事问政的部分不但没有争议，也是比较优秀，所以我们大概就一致通过推荐这十七个来提报提名。国民党强调，党中央会继续追踪一个伫咧评估的现任立委参选的意愿，若无遐个公民团体或者是其他政党合作，或者是伫咧党内征召参选，未缺席选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立委会主委，即夏天炎今日甲立法院比顺，立委即阵重点有哪放伫个台湾要参加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即件代志。民进党的立委是来批评讲，即政府也未做好完整的评估。马总统就先表态讲要来参加，夏天炎是表示讲政府绝对会伫个尊严甲对等的原则之下来参加即、這个投资银行。另外，这财政部处长吴东杰今日表示，台湾以这中华台北的名义加入是较妥当。刘委会主席夏立言，伫咧三十号踮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列席质询，刘委质询的焦点锁定伫咧 M503 的航路事件，甲总统马英九表态要参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两件代志。对中国第二高启用 M503 航线，立委质疑立委会无向社会大众做好沟通，才造成抗争事件不断。国人还是再三的抗争，甚至于越来越激烈，直接到陆委会去泼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想这是也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们会在朝这方面去做。另外，总统马英九进行表态要参加亚投银行，前副总统谢万长也伫咧不和论坛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愿意参加，也毋过立委批评政府无事先举办跨部会会议讨论，也无做好国安人员证的评估，马总统就着急要表态，伤过啰嗦。我们其实还没有任何的跨部会的正式的严谨的评估，可是我们的总统的态度呢？已经决定了，总统跟脱缰野马一样，结果我们现在陆委会还在那边帮他擦屁股，对不对？怪不得找你来当主委。请说，今天早上在行政院就有这个相关的会议。今天早上是的。夏立言强调，加入亚投银行确实对台商带来商业机会，因为亚投银行的涨停也未出来，等六月确定了，会阁再针对涨停来进行研究。前提是政府爱在尊严对等的环境之下才会参加。财政部主长吴东杰三十号伫咧行政院议会当中表示，咱 APEC 是用 Chinese Taipei， 所以用中华台北这个名加入亚投银行是比较适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下真厉害，这桃园杨梅有一个六十岁这木雕师傅啊，伊会晓照着古早的建筑工法来做真细间的古早厝。伊少年时阵是真五万公看到时会当来起一间属于伊家己的博物馆哦。啊，不过即马有会啊，伊决定无要做梦。最近有哪种传播作品讲卖去国外？对岛讲，伊也卖了个牛条、加白楼、古楼，还佫贵座佛寺。一挂秀顶的中国古建筑，完全拢是手工雕刻。来到平冠林的工作室，就敢那是来到古代。其中上受人注意的就是这个长13公尺、宽3公尺、仿新加坡100多年历史的香林寺所建造的闽南式佛寺。它是中国的闽南的燕尾的一个古建筑佛寺，它比例是20:1，用紫檀木制作的，总共做了十几年的时间。
1:20缩小寸尺的修订版新加坡上林寺，总共是分作四大天龙殿、大雄宝殿、后殿三大部分，全部拢用下榫，不用着任何一支灯下。材料是紫檀木，正灯唔惊动，就算一个大人徛起来也不要紧。这是全世界最硬的木头，这是按照古建筑的做法，完全是卡榫的，完全踩上跳动都没有问题。平安林伫咧31年来完成超过50件的中国绣灯古建筑，本来想要成立一间中国古建筑艺术博物馆，因过经费无够，搁再加上家己年纪已经60岁啊，体力、目睭拢甲以前袂比的，伊即马已经甲所有的作品拢卖到国外，预计伫即一两个月就会全部拢整好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就是德国俗的航空涉飞轮机的事件，涉嫌吊钢塞飞轮机去弄伤副驾驶卢比兹，今嘛有那号德国媒体挖出来更加侪代志，讲伊除了有温麻、有郁症的病情以外，也佫有这近视、目睭看无、吃困扰。德国媒体公开德意航空失事飞轮机造成通话内容，指出在飞行28分钟了后，正驾驶离开去便所，由副驾驶卢比兹接手。3分钟了后，飞行雷达侦测到航班渐渐的下降，塔台联络机长无回应。这时阵，回来发现门已经锁起，机长着急甲弄门一直喊，所以出现经常唔惊弄门的声音。伫驾驶舱内底，卢比兹拢无讲话，暗个有听到伊喘气声音。10:40，飞行机就伫旅客叫声中弄着山。德国媒体报道佫讲到，检方伫副驾驶卢比兹的厝内摕着一对药啊佮日记。发现伊真侪年前就出现目睭模糊情形，可能是视网膜剥离。卢比兹日记阁显示讲，已经烦恼目睭甲忧郁症问题，被公司发现并开除。按个根据德意志公司汉莎航空方面讲法，卢比兹去年热天才通过换照体检，若是目睭有问题，体检就会被发现。除了追查副驾驶涉嫌制造空难动机，空难地点搜寻任务嘛继续伫进行。目前已经为垂直遗体中找到上部78个罹难者的 DNA 进行比对，另外第二乌鸦飞行记录器搁伫咧找。Sur le site, déjà des bouts de réacteurs, ailettes, bien sûr les cellules. Et actuellement, nous recherchons sur le site la deuxième boîte noire, qui est le FDR, qui est le Digital Flight Data Recorder, qui est composé de composants électroniques et ça enregistre tous les paramètres du vol.因为飞行机以时速700公里弄着山，在强大冲击之下变作真侪碎片，落地的偏远地势真险的阿尔卑斯山区，增加救援难度。目前除了挖苦直升机，逐天来回60转，法国当局嘛赶工起一条去事故现场的路，方便将较大片的飞行机残骸运出山区。记者综合报道。我们来看到日本在战后这个经济对赛提到这个快速成长，也还没成做经济强国，但是后来又又出现了这个经济泡沫化危机，最近这几年也还较起来小寡有进展。回顾对这个大战了后到现在，这个日本生活服务讲其实一直在改变。学生囡仔穿学校的制服，趴伫咧橱窗头前，真心先看内面的商品。因所看的不是衫，也是珠宝，是文具用品。在1948年，日本结束二战过不外久，去上课对囡仔来讲是真大个代志。但是这一档教育改革的教科书，阁未符合印刷出版，竟然出现这款的对策。今まで使っていたのを丁寧に貼り直して、下級生に送るのだと一生懸命です。1958年，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期，学生毕业了后，头一届集体就业，离开故乡去首都东京，为着按内社会新鲜人的不安，任职的业者搁举办欢迎会。デコレーションケーキを作って、先輩の店員さんたちも迎えるという微笑ましい風景も見られました。但是时间经过10冬，在1969年代，迎接新人入去公司的却是180度大转变的震撼教育。新人就爱在3月的时阵无穿衫，浸伫咧寒冷的水内面，考验入去公司的决心。到1976年，大厦内面阁出现以旧制作木雕所发展出来的社团。証券研究会。このクラブが一番。
这种规划人生的风气，不但学生，就连比社会的新鲜人，也出现一种自立门户的风潮。不少人在公司就业的所在学到技能之后，就是直接跳脱公司的体制，自己开业。修行して、将来は自分の店を持ちたいという希望です。今はいろいろなものを学んでますから、かえって楽しいです。来到2020年了后，经过泡沫经济，日本人注重自修和用韩知识，退休的研发组拢是行国去比学校读册，希望会当提升家己的内在。学生是毋忘人际关系的互动肯定，互助各有共餐的学生宿舍，向阳能够坐起来。将近60栋，日本经济对战后的步道，走入成长期巅峰，搁当当下来到经济乌有化了后，重振经济，互人见识了这个民族的坚强。记者综合报道。马麦关心明仔载各地详细温度了。麦昆的北部地区温度是21度到32度。来看是中部地区，中部地区温度是22度到32度。第南部地区温度是25度到32度。第东部地区温度是22度到29度。第外岛偏有金门马祖温度是17度到28度。以上就是今天的暗时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新闻最后带你来看日本各地现在这樱花当地大开了，咱再会。是清明假期，为了减少对限水地区民众的不便，行政院长毛治国宣布三阶限水延后一个礼拜，4月8号才开始实施。就比较早起来，比较晚起来，没有差，应该吧？年龄还不够吧？对，而且对于法律应该会不够尊重。我就签了，到后来才知道它是一个贷款，他跟我讲说是分期付款变成信用贷款。伊也敢讲哦，免那么济。啊，讲完了咧，这个什么老师啊，我都找不到。其实我们蛮担心，说三门也照样用妖火青这种亮丽的反光的方式来起起来的话，那怕整个三门的印象会变得非常的突兀这样子。Walter O'Brien. I ran checks on all of you. Mechanical prodigy, world-class shrink, a human calculator. Brilliant mind working at half capacity. Got your equipment? Please tell me there's something else. 天蝎行动，今天晚上11点就在公视频道。C'est fait avec de la chapelure et du poulet.